从天还是亮的，一路嗨到天黑。2018新竹生活节国际日正式登场。今年邀请来自29个国家，一共40个摊位，带来异国市集。舞台上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彩表演，让活动现场热闹不断。我们新竹举办了第四届的新竹生活节国际日活动。那今天来到总共有29个国家，40个异国风味的摊位，当然表演节目全部都是一些国家的表演团体来。那预估人数目前今天下午4点到现在应该有20000人以上，越晚应该越多人。因为高科技产业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到新竹，新竹生活节一连4年在关心公园举办。让外国朋友找到家乡味，在地人也感受到最独特的异国嘉年华。我们关心力很特别，我们全部几乎95%以上都是外地来的一个族群。那因为都在园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都就近住在这里。那因为在园区工作，所以我们这边的居住的民众也都很国际化，我们也住蛮多外国人的。那因为园区工作也常常需要跟外国人家，所以大家对这种国际性的活动都非常的喜欢。那也觉得市府也很用心的在办，水准也都是一年比一年高，所以每次只要一办，人潮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怖。像今年我觉得比去年又更多人了。新竹市政府正努力将新竹生活节打造成在地文创品牌，每年都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人潮，让大家看见新竹市充满活力的一面，也体验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。凯播新竹陈若怡宏采访报道。